本小姐一定能探出地窖里的秘密。你们往地窖里面倒水，那不把下面的东西都毁了吗？地窖里究竟是什么人？看来我是被对方盯上了。给杨逸轩的那笔钱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？你们对杨部长有看法？今天我要代表政府去表彰范荣南。不好了，司马亮借参观之名正在搜查咱宅子。我查看了一番，后院的厨房里可能大有名堂。请关注战地迷情第六集。